欢迎回来台湾技术部，抽沙船的问题让咱烦恼离岛搁托流失。接下来咱也来关心台湾文化的流失问题。这几年外送平台在台湾愈来愈流行，街头巷尾拢会当看到人骑机车送餐。其实伫台北北投五六十年前就有机车限时专送，不管是送餐、载货甚至载人拢会当。是当初时因为北投温泉三星的行业，但是这个专台唯一的机车限时专送，因为长期无法规予因合法，地方嘛已经争取几落届。目前可能打算放弃，让伊随时间消失。来看尤怡珍、林坤明的报道。位摊内底甲电话摕出来接电话线，即间开伫咧顶啊开的车行，逐天透早六点就开始营业。谢先生，你好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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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生意较好啦，因为早起时啊，拢囡仔上课上班的呀，拢在去捷运站，无就在学校啊。到七点到八点才上无闲。每才差不多八点半过，九点到十一点才中中。十一点过，就是别人买便当，有啊公司行号啦，公司行号伊就叫咱去甲伊，比如订倒位的，咱甲伊送伊安尼。看距离是在北投四公里以内，四十块起跳。这款奥多拜的服务，全台湾敢若有北投找会到。北投的地形挖山，常常爱爬行，加上市区的巷仔较侪，坐奥多麦比坐轿仔搁较方便，受到在地民众的欢迎。喂，要叫车，要叫去菜市啊，北投市场。就是讲啊，你要我来去买物件，你直接等我一下安尼啊。有熟悉的就好，就是好在这边啦、啊。哎呀、啊，对啊。啊，你若讲买较侪，叫先甲你载转去，啊，再过来啊，都可以啊。哎，我讲买菜尔，啊，有时伊在上班呐、啊，上班拢叫奥多麦，有时坐一工坐三四个。哦，这是几落十年啊！以前吼、哦，伫咱遮个旅馆内面，伫个服务，爱拢叫阮个车，拢弄到尾啊，拢当叫阮个车，啊，变做好朋友。只要你有体力，但你个服务爱好啦。你若讲性质较歹，歹性质，安尼对人真个服务业的嘛，对无吼？这位姓邓的大哥退休了后，买一台亚龙啊，开始造车。不管是载人载货，只要一通电话，就马上提供服务。我这车用十外多年啦，哦，啊，这种车就是讲这较便较好坐。啊，所以啊，这要办物件，这当然是哎呦，你人有当时啊，物件免调都爱绑。安全帽啊是无限制你用什么款的啦，啊若阮用这种是真古早的帽啊，啊这种内面这个冷空空气要透风较好就对啦。这物件所啊，人客安全帽是一定爱穿的。伊把甲几台奥多麦经历甲相当的熟悉。啊，我这台是我家己设计这个房屋，这也真少人有啦。阮行的只一两台有尔，上爱特殊就是讲这台，我唔免换户口了，小我人。那如何？啊，就紧杀来，按紧来围着。你听，这个外好用。大多数，阮这个行业，踮咧北投有几啊间，安尼对唔对？算讲只有成百个左右。但是大家拢是中年人以上的人，拢老岁仔人，大家吼，的品德拢袂歹。
人来来去去的菜车口，就有一间奥多麦载客服务，方便买菜买好的人客随时叫车。另外一边，伫咧巷仔口，也有一阵司机咧等电话卖载人客。若是无人客的时阵，司机就坐咧树仔卡帮开讲。这些司机阿伯，真侪拢是走十档至十档的老经验。到这道啊，就是爱，各路口、各巷弄拢爱知，较熟，才会发道。无人讲我去倒位，咱唔知影。较早嘛无啥物入口啊，所以爱用记在头脑里面。这位司机邱伟清，伊打退伍入社会时阵，就派来招车，兼咧走目走十外档，要输第二份头路。较早有影，趁钱较少嘛，薪水较低嘛，暗时才出来兼差安尼。那时候在一抓五块钱，开始啊，即卖一趟四十块。这是银松阁，银松阁啊，较早很多名人，包括什么古龙啊，他们都很喜欢来这个，来这所在吃饭啊，洗温泉。人客有当时啊，要食较奇怪，比如说，卤味啊、卤味啊，啊个槟榔啊、啊个粉啊，滴滴咔咔的，拢来叫咱去买，啊买来送来吃呢。在人的服务都，伊当阵是在小姐甲内讲。然后黄昏的时阵，哇，然后五点就伊开始就爱上班啦，安尼。新镇伊当阵还没废厂的时阵，新镇的这道的做这道的人有上济的时阵二三十间，啊，即马剩个位数安尼。老北投的生活，一百用手画的地图，一间一间把车行的位拢飘出来。这也是北投的文书工作者优雅的生活基地。我细汉时阵较食济啦，因为大汉了后，大家拢有摩托车，无就是拢有车嘛。啊，我细汉时阵就是讲，因为我家己本身就是上课未赴啊，啊妈妈就去卡着个摩托车讲啊，紧甲这囡仔送去阮学校安尼。啊，因为洪水的关系，就是讲。自日本时代开始，就是拢有真侪迄款诶旅馆发展出来诶一寡行业哦，譬如讲奥多麦吼，啊，搁一个就是差不多十年前无去诶迄款行业，就是纳卡西。为着要了解北投机车专送诶历史，又要慢慢访问过真侪间诶老饭店。伊这机车服务，因家己本身自制力足悬诶。从来唔捌发生啥物大事件。我以前爸爸访问一个迄款温泉饭店的老板娘吼，就是要去领钱，啊，但是足无闲无时间，啊，伊就是拜托这奥特曼去帮伊领，伊就把迄款饮啊，各项物件拢交好掉，就讲啊，你拜托伊去帮我领吧，就是。一种建立伫咧人甲人互相信任的服务，为民国五十年代饭店和车行的合作就开始啊，一直到今拢是北投特殊的风景。送东西啊，借东西啊，好、哦，就是取代你不能去处理的任何事情，他都能协助你。北投林泉里的经理长张玉文，长期伫北投推设社区的营造和文化保存。大约十年前，想要借基金会的力量，辅导机车限时专送这项在地的产业。社区行业好了，地方特色。行业也好了，我们就想要协助他们正常合法的经营，帮他们设计了制服啊、标示啊、logo 啊。后来遇到一些瓶颈，很多法规是没办法突破。最难的就是那个营业，我们建车有营业车啊，巴士有营业车啊，可建摩托车就没有营业车啊。再来就是那个保险的问题啊，税的问题啊，就是要去解决的问题太多了。后来就没办法继续推动了。其实早在民国六十六年、六十七年的时阵，当时十外间车行都要联合向政府订正，希望透过成立工会合法经营。结果内政部以安全顾虑无好管理来退回，特殊规个产业发展到即马定位一直无清楚。对公部门来讲，他确实就很难去处理，因为。
它太特别，特别到没有任何的法规可以适合它。这个机车行业虽然说不是很能在表面上谈，但它其实发挥很强大的社会性功能。比如说像过去曾经也有里长跟他们合作，让他们成为社区的巡守队。对，就是它其实社会性跟那个人际关系的网络是很强。奥多拜服务对消费形态的改变渐渐啊衰退，敢那是这个产业的命运。也不过，这个司机阿伯爸爸和市政府和美术馆邀请去载人客小盖北投的观光。机车载人的动作，有听过，但是没有试过。你会想要尝试吗？我觉得不错哎，因为它移动很方便，对，也比较不会有停车问题。没有哎，没有没有，还蛮有趣的，可能他一次只能载一个人吧。对，那就一次叫好几台车，然后叫阿伯载你去秘境这样。哦，那蛮好玩的，抽钥匙抽到阿北的概念。游客听到北投的机车服务，感觉真新鲜。每摆有外国的游客指定要坐阿北的机车坐北投。这所在就是一般咱讲的温泉之神，就是不动明王。嘿，因为自由行嘛，因为几个啊，四五个吧。伊的要求是讲啊，哈无讲无同款啊，所以我才带伊来吃安尼。观光客是哈无可能来吃，所以来吃的时阵伊嘛足好奇，伊嘛足好奇，温泉啊有这温泉之神。有真侪团体拢在做北投的地方的款导览哦，奥多拜嘛当作是一个考虑的交通工具。啊，尤其讲这奥多拜的运将吼，因拢是踮在北投，走奥多拜已经真侪年啊，拄到一挂代志，啊其实甲变作是故事，拢足趣味的。啊，伊想伊嘛有安尼想，啊但是就是讲现实的问题，就是无办法去突破啦。啊，所以就是讲真侪想要帮奥多拜做的代志，拢最后拢不了了之。我这个趋势看起来是可能无介好结合观光的部分，啊，安全性问题第一要考虑吼。第二就是讲车的商业吼无营业登记。第三呢，如果要做观光吼，就要有这吸引性吼。啊，这吸引力是啥？你有法多人吸引这观光客吼，要载你去看啥？所以这在现代来讲的，就较无法多去进行这部分。伫咧北投的街头巷尾，会当看到真侪外送平台奥多拜来来往往，真侪少年人投入这个行业，都亲像当初五六十年代机车服务刚开始发展的时阵共款。这也代表机车服务有伊的市场存在。也毋过，这种新的外送平台是运用网络和科技来接生意，产业的形态已经和以前完全无共款。主持人问政看到这种情形，也感觉真稀微。当然希望政府会使帮助这咱这北投地区的这产业，这个在地的文化，会使继续传承下去安尼。因为人口凋零的时阵，啊，今嘛因为科技加发达，所以可能会没落，也许会消失去。而且韩式专送是因为北投的温泉所形成的特殊文化，温泉游玩各地嘞。不过，这个产业算哪做哪说，目前因为法规的疑虑无法度解决，政府单位和地方就安尼放这个产业自然来发展，对着时间的脚步渐渐啊消失。彰化鹿港的老街就捌因为三轮车载客的问题，伫两年前辅导合法，用检验甲挂牌管理的方式，服业者合法营业。北投的机车专送，敢嘛有机会专案处理，甚至做出除了送人送货以外的文化价值，也阁有真侪需要讨论。若是想较深的，时代的产物爱将伊保存，也是随时间自然演替，嘛是咱社会爱思考的问题。感谢你收看《台湾技术铺》，我是周静茹，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。